首先用铲车把原料放到三仓配料机内，然后配料机自动配料，通过输送带把原料送到搅拌机料斗内，搅拌机加水后自动搅拌。然后把搅拌好的料通过输送带输送到主机料斗内，斗料自动放料，通过布料小车均匀地将物料加入模箱。面料机自动加入面料，通过主机的挤压生产出合格的产品。自动叠板机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自动叠板四至五层。最后用叉车把产品叉走，放置养护棚进行养护。